我可以进去了吗？玉云，我们的缘分的第一幕，死于匆忙中的轻轻一瞥。随后我们的足迹开始一起踏遍台北市的各个角落，然后在淡江大学里面拍了我们第一张的合照。老板，老板，就是很多话，其实在我心里我也不好意思跟你们说，但是想在今天想跟你们说，我和玉云将要成家立业，然后也会一起孝顺你们，然后就是请你们可以不用担心，然后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样子，然后真的很谢谢你们这么辛苦帮我们带大。宝贝，谢谢你选择我当你的伴侣，让我陪伴你这一生。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像相处了很久的老友一样，不需要拘束，坦诚而又自然。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，是在约好的店门外，彼此匆匆一瞥的一眼之缘。我很庆幸那天的活动后，我们透过LINE与彼此聊天，慢慢的熟识，开始在这世界上四处踏遍我们的足迹。介绍一下哦，这一关叫做就是你的一切我都知道。那玩法就是等一下我们前面会有五个人的手，你要去摸，然后猜哪一位是新娘。他有戴戒指吗？当然是没有啊，怎么会让你知道呢？被你发现了。你只有一次机会哦，要摸清楚哦。好，第三问，那请问你觉得三？第三位吗？对，你确定？他没有在里面、啊。十九、二十，啊，新娘快祝你福。还记得你的第一次告白吗？每一次的小浪漫总是夹杂着许多搞笑情节，让我回想起来总是很玩味。求婚的时候也很好玩。我说求婚不用花俏，只要告诉我你要分摊的家务几天，你就用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A4 写了一下你要分摊的家事列表，并且用纸折了一个很大的钻戒跟我求婚。今天特别漂亮。这两年多来，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的生活大小事。平常你也总会常常很认真的问我，我到底喜欢你的哪点？其实我最喜欢你的一点就是，当我看向身边时，你总会无条件的站在我身边，牵着我的手，和我一起描绘属于我们的未来。希望你们以后就是互相珍惜、互相尊重、互相照顾，有空多回家。要出嫁了哈，就是一定是很开心。爸好像还没有开始真正做一个父亲，你就出家了。你说要好好照顾玉云。好，祝你们白头偕老。好，白头偕老。其实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过得很好，是因为你们的努力。其实我心里很感谢，但是又不太善于表达。我会等玉松好好的组织一个家庭，你们会是我们很好的榜样。爸爸妈妈，就是玉云一定会是我这辈子用尽全力保护的伴侣，然后我会努力照顾他，好好守护他。
谢谢你接受了我的心意，并且一起做出了要当一辈子人生伙伴的决定。我们就像天生的伙伴一样，能遇到你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。很开心与我共结连理的人是你，往后的人生我会牢牢地牵住你的手。我很喜欢一句话，想把余生的温柔都留给你，虽然我一点都不温柔啦，但我把余生留给你。